这是七千公内底的动物园。这的猫熊，即讲啊，出来外口是真难得的机会。啊，阮来拄啊出来伫外口，伫这树林干那七只的尔，啊，伊个大个所在，啊，变一个好野人啊，较享受。内底电器、暖气、设备真侪滴。看一下这个斑马有喜欢谁吗？看得见没有？对对。对，好，各家人都好。对，我都没来。这座就是七星山。光明看山，啊，即卖来甲这蒲山。伫这后蒲山，啊，伫这市区内底，啊，这市的这东北部，啊，离江这岸这边。这唐朝时代，面顶起一个护法将军庙，出名起来。啊，这山下有一个玄珠洞。这就是玄珠洞。从古早啊，这山有出了一个明珠，啊，这树根啊捡着，啊，提着。因妈妈讲，这是凶的仙女就才提的，爱搁提来用在这洞内底。啊，这洞内底啊，是洞雕时代，还有雕刻一挂跩佛像，啊，好一家。啊，听讲隆重一千外尊，就这岩壁啊，甲雕刻着这佛像。
哎，让我看见。啊，对。啊，来看。三个邻居这么麻烦，而且呢。啊，伫山卡底下甲七点，啊，拢总有300外间的这石梯街。这就是桂林，或者台湾，这三千里路云和月也已经有介绍过。啊，踮在瀑布山顶顶端，啊，甲看落，有像台湾无？就是塔台山，这是要不然咱写点小说也Thank you.
看煞才到这是五日间，这啊二天不过就是呾，讲上界苦关的所在。就是桂林上水的这金林洞，洞口有27公尺宽，洞的深有240公尺，啊，洞内啊，道道长有500公尺，啊，洞内有这金林石、石笋、石条，啊，这石笋、石条安平的。异形怪状的这物件，后像狮头，后像狗，后像土豆，后像地菜，后像花，啊，这个做这七彩的灯光，啊，非常的美丽。如果在说日本的秋风洞，啊，这句啊，这录音机因为这更换，调了也袂好势。啊，现在吊起来，啊，可能会较平。啊，现在大家慢慢来个欣赏，啊，听这解说员来解说。玩耍小了。